个的这个地理是这样的，然后看看我师傅解释一下，湖心岛公园将来建好的话，湖心岛公园那边紫荆花大道就是种那个紫荆花的，这边是这个樱花大道，全部都是樱花，全都是樱花。宜兴大道就宜兴树，松林大道，所以它有不同的题材。然后幼儿园就在这儿，幼儿园就在这儿。然后大黄山、笔架山，还有一个棺材山，就升官发财的棺材，升官发财的棺材。西城大道，实际上等于说，春晓，我住在春晓几期啊？春晓二期，就是一个民宿。沿着上来的话，将来是有这个湖心的。然后，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吧？对吧？大概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好的，走，然后，对，桂林山水，夏天下。所以说是，大黄山、笔架山，三百亩的这个，对，三百亩的这个湖啊，这各种各样的。2010年的时候，习总书记说要做成世界级的旅游胜地，这个整个配套，所以说这个。所以在目前山东的，山东在这居住的有这个山东好像少一些，对，河北有4.4%的住户，4.4%的住户是河北来的，对，然后好，我们是这个麓湖江景组团，对，所以说如果看整个大的话是这样一个概念，还有一个可以去赶集啊，叫赶墟，他们附近有些村镇有集的，可以赶集，比亚迪，对，所以说是这么一个。好的，好的，来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了咱们的这个这个主块，对面是桂林山中，然后正在施工当中，然后就是这一座，正在施工的这一座，对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去看这个五楼的这个房子，对，这样子啊，六楼的楼梯看出来就这样，这边热楼会盖18层，因为不让它挡住那个市政府的视野，就是后边是棺材山是风水，所以说市政府不让他们盖到太高，这边是个18层的楼，所以在这儿所以从我们电梯下来呢是这样，等于是2梯4户啊，六楼啊，就2梯4户，咱们进来之后呢，所以说为什么那个89的采光不好呢？因为右转的，你看89的这个它就没有，这边就不可能阳台嘛，因为它是朝那边的，对吧？是朝那边，只有一边有阳台，就是那个89的情况。现在咱们进入咱们要买的这个单位啊，对，咱们进入咱们要买的这个单位，进入了咱们要买这个单位，对，整个情况是这样的。你看采光是不是立刻觉得不一样了？因为它有，因为这个单位有两个，对，因为南北通透，因为南北通透啊，所以正在装修，这还没装好，对，所以就从这看出去的景象是咱们小区的楼，就是这边确实是没有什么风景可看了，那个山呢能看到那个什么山，那是棺材山吗？对，那个山是棺材山好像，对，从阳台这样看过来是这样的，你看这个就是它造出来的那个小卧室，本来这是一个，这个就是那小卧室，它会把它给做成小卧室，对，要敲掉一部分东西，对，原来的时候因为一块把这个敲掉就变大了，所以它所谓的要敲掉，就是原来这个不算建筑室内面积，它要敲掉它就改成一个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或者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对，这个89的区别就是这边的，所以这个就是通透的，对，这是阳台啊，将来洗衣机在这儿可以放，对，洗衣机放这儿，
进水啊，然后推拉门都会安上，然后这边就是咱们的卫生间，对吧？那个卫生间，对对，往外看也是，对面就是那个学校，会听到他们的音乐啊。这个过来，所以说客厅，然后进来之后的第一个卧室啊，这个卧室应该将来就做成那个什么样子，那个地方给扒住。然后这第二个卧室啊，已经做好了，对，就是原来是这儿，在阳光照的地方有啥，给敲掉了，敲掉了，推进去，所以这是第二个卧室，这最小的卧室，实际上是这边是这两个卧室共用的卫生间，共用的这个卫生间，你看每个都是南北都有窗，所以说这边通风和那都好，都是南北。这边，但这个是因为啊，你好啊，对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卫生间啊。卫生间，然后过来这边是这个一个大的落地窗，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景。再到这回去看一下啊，所以这是主卧的卫生间，对，主卧卫生间。所以这个是两边都等于说，如果开着门的话，两边都有窗了。然后呢，退回来，这边是小卧室对面是这个第二个卫生间，基本上也是通的了，对吧？然后再退回来，就是这个次卧啊，次卧也是大落地窗，对，然后再退回来就是我们的厨房，再过来就是咱们的这个阳台，小阳台放可以放洗衣机啊，晾衣服应该是在这儿，这俩都可以晾到大阳台上可以。然后我们退过来往这儿看，走过去就是咱们的大阳台，这边就是将来放那个电视墙的大阳台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景象。然后大阳台上的 view 就是这样了，这边是小山，这边是小学，然后基本是这样的，走楼梯的话可以从这儿走下去，两个楼梯，对，那边还有一个两个楼梯走啊，对，可以走楼梯的。